成都已进入我们太平家园千和一号核心舱，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，感谢广大特级工作者这个辛勤付出，敬礼。 各号注意，我是北京，航天员已顺利进入空间站，开展在轨工作，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。华山，华山明白。